知道这个产品真的让我觉得，就是说，其实用到是一种福气，因为它是精华当精华。你知道我们其实女生怕什么呢？就是怕老、怕垂、怕实在太昂贵了。对，它非常稀少，要八千年，而且它现在只有这么几颗。嗯，然后你割一刀，它就少一点。对，所以你知道，其实在这个部分，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学术的成果。它有提住，它就 hold 住你的肌肤。天哪！对，因为现在一般市面上的保养品哦都没有这么 rich 的感觉，是因为它平常它会觉得很水水的好吸收，但是这个呢，不是只是感觉上它其实也不是霜哎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它的凝结力，龙泉树的树脂去凝结而成做的，它的凝结达的，它就跟你刚才拿到它原始样。在前年特地飞了一趟法国，然后拉法叶的那时候，跟他的那边的人就跟我讲说，真的没有货，你必须要先预定。我们常常会遍寻世界各地很多的那种稀石的矿物，所以这是让我很值得飞到法国，而且它只有在一级的百货里面才会有的。而且全世界你只要是蜂毒或蛇毒这么机密的这种高单的这种粉丝，你都不需要跟 DEC 拿，都是来自于这 DEC 它研发出来，它就好像是钻石界的腮 holder 就。